王俊凯小时候的照片被扒出，看到以后网友感觉没咋变。王俊凯出生于重庆市九龙坡区，2010年底通过选拔成为 TF 家族练习生，2012年2月因翻唱囚鸟而走进大众视野，2013年8月以 TFBOYS 队长身份正式出道。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。4月15日第二届音乐 V 榜年度盛典在北京举行， TFBOYS 通过粉丝投票获得中国内地最具人气歌手奖和音乐直播人气歌手奖，这些都和他这个队长脱不开关系。虽然他一直在忙于工作，但是也并没有耽误学业，他也可以说是事业学业双丰收。现在王俊凯长大了，五官变得更加清秀，而且王俊凯这么多年一直都是零绯闻，